今日趁我呢個生日咁喜氣嘅日子，陪大家見面咧。多謝你哋嘅光臨啊！多謝多謝。我就同新城電台講話，我嚟緊咧想做一個 show， 依個 show 咧就係網站一個好特別嘅 show， 有一個虛擬嘅基地嘅一個嘉年華。咁大家咧入去5月8日，啱啱係母親節。咁母親節嗰日咧，5月8日夜晚咧，你入到去依個虛擬嘅基地啊，就睇到我哋嘅嘉年華。咁裏頭咧就有好多禮物送俾大家啦，同埋咧，我哋請到好多紅歌手啊、著名嘅藝員啊，同我哋講説話啦，同我哋傾偈啦，同埋同我哋唱歌。另一方面咧，入到去我個基地咧，好特別啦。咁裏頭咧就有禮物送啦，同埋咧就係有好多我重影咁多年嘅一啲資料嘅相片，同埋我喺新城電台咧係做咗好多輯，係關於我個人經歷同埋所有演藝人嘅訪問嘅一啲精華。好似啱啱咧前幾日咧，我做這個講你都唔信咁樣，我講我嗰個槍擊嗰件事件咧，好多人都好驚嚇，哇！乜有啲咁嘅事發生？其實我人生都經歷過好多嘅嘢嘅，都會喺裏頭嘅基地咧嗰度爆料講到出嚟。另一方面就係嗰晚咧，我會做一個 show 咧，係救地球。其實咧，疫情唔係淨係影響香港嘅，係影響全球嘅。咁喺5月8日嗰個 show 咧，將會係全球咧同一時間播映嘅。咁希望大家都感覺到啦，有個愛心喺度啦，同埋同大家分享我嘅喜與樂啦，同埋同大家一齊同埋所有藝員咧，去呼籲大家點樣去攜手抗疫。其實咧講好簡單嚇，策劃籌備依、這個虛擬嘅基地嘅嘉年華咧，係花咗我哋2個幾月嘅時間。咁我好多謝我個大女阿珊珊啦，佢好幫手啦，請埋一班喺科技上好有心嘅朋友啦，同埋新城電台咧好多同事咧去做嘅。咁嗰個節目將會成1.5至2個鐘頭。咁啊，依個係我今年嘅心願啦，希望透過依、這個Captain Nancy 同你愛心救地球依、這個嘉年華依、這個節目咧，希望帶俾大家啲歡樂。咁你今晚點慶祝啊？今晚咧係喺屋企慶祝。頭先咧，頭先我孫仔已經過咗嚟啦，我見到佢見到啦，我好開心，但係佢要戴住個口罩，佢戴住個口罩見我，佢又乖喎，佢冇掹個口罩喎，你大過一歲，未到一歲啊，都係9個幾月嘅咋嚇，我係佢戴住個口罩，見到我咦咁啲嚇，識得叫媽媽未啊？未，佢好似識得叫爹哋啫啊！因為我都2個幾月冇見到佢啊，全部係視頻啊，佢見到我有啲感覺有啲陌生噶，係啊嚇，咁啊希望快啲可以同佢一齊見面咯，嚇嚇嚇嚇。今晚就慶祝啦，食飯。係啦，簡單，因為好簡單啊，幾個人食啦，冇辦法啦。以往咧即係慳啲幾廿位嘅，係啊係啊，幾廿位啦，係啊係啊，即係希望出年啦嚇，出年咧可以擺100幾位，大家一齊慶祝，好嘛？72歲喎，72，哎呀，我都嘥咗我成年嘅青春啊，真係。